举行。再一次的欢迎各位，今天可以好，那再一次感谢大家，那包括我们的具使用方式的家庭过试用，才能了解哪一种看他的家庭。再一次，好，谢谢我们鹿港东区扶轮社。那鹿港东区扶轮社创设过去都是很多在学校里面担任这个家长会长的。那从他们创设之后，对于教育，对于很多的弱势关怀不遗余力。东区扶轮社配合彰化县政府之计划，完全免费提供彰化县低收入户租借使用。这是有咱一群哦企业发展真成功的这个来人士哦共同来组成哦。那鹿港东区扶轮社，特别是过去真侪拢是咱的这个家庭会长，因为唔嘛讲对咱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奖学金啊，对社会公益啊，这个付出真侪。包括捌捐赠哦，咱县政府一台板竹专车，包括伫疫情期间捐哦咱的这个护目镜啦，咱的这个防护衣啦，啊以及咧这个口罩等等哦。那这一次呢，我得到咱的全国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奖助金哦，那捐赠我咱彰化县政府，我咱呢会使来帮助咱的这个残障朋友，包括因的这个四脚椅啦、轮椅啦，还是讲便盆器等等让我们能够在辅具中心来做运用，那让我们的这些银发族也好，我们的残障朋友也好，他们呢能够呢减轻他们的负担让因呢有法度得到上好这个辅具的一个帮助。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可州社长及所有社友的一个帮忙。当然这个全球奖助金要更要谢谢我们这个中港英的支持哦，才有法度。那在这边一并的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社友跟夫人，祝福他们来出路追开路追，各手探告千千满满杯，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抛砖引玉，让更多人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身障朋友。谢谢。社，他此次的计划是全国奖助学金基金案，我们目前是申请3万美金，他全数将给20辅具中心统筹办理。我们这个目的是要让老人家活得更有尊严。这个计划配合彰化县政府，只要彰化县低收入全额免费租借。鹿港东区社，那么来这个申请全球的基金案来通过。那么全球基金案是一个真大型的咱扶轮的社会服务。那么我希望呢，这个服务会当继续办落去。因为咱扶轮就是从爱心来捐助，虽然咱送的物件不是上好的，但是拢是阮上喜欢、上爱心的物件。送伊一支这个手杖，让伊会当站起来；送伊一只轮椅，那么让伊会当平躺起来。这是扶轮人上喜爱做的小服务。3万元哦，那另外还有再加上有6场我们的鹿港东区扶轮社。好，我有的社友还有我们的总监们，那也请做准备，待会我们要一起来进行一张合照。鹿港东区扶轮社，赞赞，谢谢！再一次敬有跟着你的正前锋，扶轮行善天下，赞。还好啊，这个还好啊，这个应该还好，但是我是在更具体的一个场地上面的话，就是会更多好的。这一台大概6000到6000-7000块左右。那个个案的状况是缴税物，或者是说他以这个助理经理就想这个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后面这边往下压，它有一个主上的主板在后面。5度到10度就是曲面的，它会可以轻松的推上去，到36公分左右。来，现场我们不用自己推了，自己放个就好了哈。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他推上去，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推的一个过程当中。对，9度还 OK， 但对，就想说他坐上面也蛮轻。今天呢，欢迎下去辅具中心，我们可以为家里慢。
好 ，OK， 好，就慢慢的往下推。好，这广播是可以适合大部分人推下去就 OK 了。好，以上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跟介绍。下坡才不会造成翻车的问题。啊，有些